猜猜猜猜！啊，水啊，会不会很恐怖？金刚快跳出来了！我操！我操！看到这样我很恐怖，我干！我操！我的插花中风了！啊，这一次钓竿幅度不好，李建议拿去钓。来来来，有没有朋友会帮你拿大高的？我相信有的。叉八，你早上不是说叉十五怎么变叉八了？是叉十五除以二是不是？十五是线，十五是线了。睡啊睡啊，倒了啦，倒了啦。这哪假的啊？会收不动？你倒了啦。叉八都收不动，真的？叉八其实没有很有力。前倒了，开奖。起来了。哦，跑到后面了，跑到后面了。哦哟，还不错哦。有啦，十几公斤有啦。才十公斤啊，不止吧？十几啦，十几的，哇操！哇哇！哦吼吼！这个应该二十几斤的吧？哦呦呦呦，这只出哦。十四公斤。30斤都这样子，那你怎么钓50斤的啊？举一下吧，举一下鱼啊。还拿这只吗？拿来吃大就好了 ，OK 了。对，认真一点了，还有机会，时间还没到。